果我没有流汗的话，我可以撑到一个月。一个月很脏哎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味道，而且也不会有人看得到。这个是刚刚雨桐说的，就是癣的感觉，就是内衣没洗会这样哦。对对对，如果霉菌感染到，害怕了吧？就会有皮癣。可是我那时候坏几天就好了耶。